就遐尼热，我像风中坚韧挂梦花。伤心彻底，男人的心不是怎顾的，伊千金谁人比得过？情对拢是爱太多，缘分伊真万难找。换不回，爱你胜过我性命，伤心彻底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新专辑，新专辑。听讲你是疫情的时阵出去探钱哦。嘿，原底要叫志豪啦，啊，因为志豪伊太无闲的，啊，我规样闲闲伫厝的，就叫我去了。有影，你去倒位啦？去印尼。偌久？去六天。啊，六天哦，哎，你回来啊隔离嘛，偌久？去阿边嘛，去阿边隔离，几七天？啊，去阿边，哎，回来几七天？哇，迄个防疫旅馆哦，那做月子中心的，吼，男子困就是吃。你哦，拢无咧创啥物？我从阮某两个关钢筋，拢无咧创啥物？钢筋安尼都排出力啊！唔是啊，老某啦，唔是咧讲拄结婚咧，就讲拄结婚迄七天，反正佫加新鲜。小粉水啊，小谢已经不对啊，我一点啊，就是叫你十几年，两个跟他对面啊，居然看天崩啊，哎呦，啊，无想一挂趣味的，哎，听讲伊唔能看天崩呢，人伊无闲，无休休困呢，吼，伊逐天就是想闲，即拢想讲想康想胖，要直播啊，直播啊，哎，人伊直播唔是镜头开咧的呢，啊，无啥啦，那个伪装，伪装好，我要讲。迄个为啊，唱片公司头家吼，阮唱片公司头家唔捌咧看阮的直播，迄天雄雄奈想袂开看阮的直播，直播看到讲伊敲电话，随下你一旦去买去播，伊讲是啊，头家是安怎哦？我想讲伊要叫我去解约的，伊讲唔是啊，迄阮早间讲，因为阮头家咧看啊笑眯眯啊，啊因早间足细汉的，早间来看，看就哭出来。啊没有，啥啥啦？看得贵啊，看得贵，唔是啊，我伪装，伪装，伪装啊，穿女装啊。记忆的地夹滑啊！你反串哦，反串，我乖号出来了。跟我来讲哦，有得有失哦。虽然吓到老板的女儿，但是呢，被厂商看到，这样厂商还要，因为中年普渡。真的假的？猫公公酒精呢？我本来普渡的时阵是不是爱请好兄弟？好兄弟，对不？哈啊，请好兄弟，你是不是爱找一个好兄弟会熟识的？对不？哈。不是跟好兄弟相识哦所以他不但接地气，还接阴气哦。哎呀，不容易耶！你因为这样子还接到一个业配，讲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啦，是不是业配？接到广告，不是业，你要拍业配啦，你要拍业配，是业配，业配，不是业配啦，叫鬼去拍业配，阿伯先生，阿伯先生。啊，是啥？就是迄条啦，因咧普渡七月半要到了，咱毋是大家拢爱拜传普渡，传物件拜拜。啊，足侪迄个有迄个饼啊，迄个泡面啊，泡面
啊罐头，规堆无，系啊，啊就是因为我本身我是传播师啊，啊就去介绍这个跩食品安尼啦。哦，我是讲我迄个化妆安差不多有一挂原底要下配，常常头也差不多退掉了，结果不管够接到节气个半。对啊，所以他就这么可爱，对不对？这第几张唱片啊？个人的第14张，就是的。14张啊！好啦，不过真的。他也好久没有来我们红人榜了。哦，对呀、啊，好久没来了。恭喜啦！谢谢啦，谢谢，恭喜恭喜！因为我是感觉今麦伊个这两年真正疫情改变了全部人的生活。啊，特别呢，我来出唱片哦，拢想讲啊，要来介绍我的专辑。今年其实哦，人一般发片拢会讲啊，你这边专辑有啥物特别的？哦，有啥物？大家拢嘛讲，我这边伊个专辑哦，好比伊这我这世人上满意的一张啊，特是。当年嘛，特世人上上满意一张，但是其实呢，我感觉是讲，其实即摆伫即个大环境哦，影响大家遮侪吼，阮也可以当每一年拢会当出一块唱片，啊，拢每一年拢会当来到红人榜遮，甲咱的观众朋友大家见面，啊，拄到咱在老师啊、长线啊、美人姐子啊，感觉足欢喜啊。是是是，我嘛足欢喜的，对啊。即边邓来隔离一礼拜，是真正是即世人第一次啦。嗯。哎，对个体验啊，也希望是最后一次，以后都不要说再有隔离这个事情。是，我们也很希望这个疫情早日退散，对啊、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那我们的生活呢，可以回到这个正常的轨道，不一定可以回到原来的轨迹，因为这两年我们都得到了很多的学习，对啊，对啊，也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应该讲。考验、嗯，对不对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走得更好。对，身体健康，也平安健康上好。啊，而且各有人出新歌，哈、哦，无甲咱哈放散，哈、哦欸，还有记得歌迷还出新歌，好不好？哈、哦，非常的有诚意，谢谢随意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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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，谢谢。